欢迎科技大厦甲北港调停宫签订文物修复人才培育合作备忘录，合作成立全台第一个由宫庙设立的文物修复中心，希望保存妈祖信仰甲地方的文化资产，并培育更加多文物修复专业人才。昆林科技大学和北港调停宫签署备忘录，将共同为文物修复以及人才培育来做回努力。昆林科技大学表示，学校文物修复研究推广中心曾经协助国内外真侪文物修复，也有着真先进的科技设备。即摆也真欢喜，会当和调停宫合作维护珍贵的妈祖文物。那这一次承蒙这个朝天宫这个蔡董事长的这个青睐，我们可以进入在朝天宫，他们先设立了一个文化修复室，然后日后在朝天宫有很多很珍贵的这个妈祖文化的这个宝物，都可以借由这样子的这个合作来做一个修复。目前北港调停宫内有超过15,000件的文物，其中顶庙三宝之一的天后招印录，也为修复的首先目标。相信伫未来有昆林科技大学来进驻庙宇的古物修复中心，唔难会当来加速修复的进度，要学生有更加多的学习机会。朝天宫文物吼，超过15,000件以上吼，现在首要的是天后招印录吼。在庙里修复，在庙里学习，应该是很特别的，所以希望把台湾这块土地的记忆保存下来哈。昆林关文管处表示，妈祖除了在台湾，在全世界有超过2亿人的信徒，而且是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期待透过庙宇以及学校的共同合作，进行文物修复的同时，也来培育人才。台湾在文资修复的人才真的不足，目前全台湾也只有云科大有文资修复的这个科系，所以呢，透过直接由公庙跟这个就是学校进入一个产学合作来做人才的培育，这个对于未来在整个台湾在文资修复的部分会是一个很大的益处。透过着这摆备忘录的签署，唔来当来延续妈祖信仰文化，也来为地方的文化注入传承新的动力。期待透过双方合作，共同推动文物修复技术以及在地人才的培育。记者江怡昌报道。